卖水槽前必须要知道四样小知识。第一，选择圆角，不要选择直角哦，直角清洗起来容易有死角哦，用久后容易残留黑黑的污渍哦，圆角 corner 容易清洗，还有不容易藏污渍哦。尽量选大大的 single bowl， 不要选 double bowl 哦，因为 double bowl 的宽度长度够不够，所以哦 double 放不进 single bowl，没有中间那一条东西挡着，要洗什么都可以啦。第三，要选择哑面的，不要选择 shining shining 镜面的哦，这种新盆很容易留有水迹和油迹哦。哑光面加上纳米科技，耐磨耐脏耐刮，而且还不会残留手印还有水迹哦。第四，要选择30/400杠，不要选择201哦，因为啦201很容易生锈。你想一想啦，我们要吃的肉啊菜啊全部放在里面，你 OK 咩？反而304不需要我讲啦，大家都会知道它是食品安全使用级别的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安全使用啦。像阿拉达波斯门宴还有芒一网红水槽系列 promotion 正在火热进行中，你要怎么摆凳就有什么摆凳， PM 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给你 best price。 如果 PM 了我们还是觉得解释的不够详细的话，那就不要等咯，直接来我们阿拉达波斯门宴和芒一来找我们吧。